今天最推荐的单品是身上这件 T 恤，是 Demato Lab 跟 Have a Good Time 合作的一件单品。是孙善鹏，我今天最推荐的鞋款啊，是我最近刚入手的 Spy 颗粒黑黄的款式，谢谢。鞋子是不觉的鞋子，然后因为是全黑黑皮的，然后是做厚底，所以女生穿的话就是不会个性一点，比较不会那么的可爱，就是酷酷的这样，我很喜欢，谢谢。
叫 Paul， 然后现在最推荐的话是我们家这个 Vivian 的项链。那我的名字叫医生，我今天要推荐的商品是 Continue 的拼色军装外套。蓝帽，我最推荐颜色跟 Remix 联名的帽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竹妹，我今天要推荐的单品是 Bridge 的鞋子，它的鞋子是今天穿的是朋克鞋，但是它又很可爱，所以我很喜欢，谢谢。you